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49面第一行。摄入大火，摄者假摄，盖为唐因求法。啊，这一句很重要，是为了求法，不是为别的事情。深入大火，灭不应已毁。这是譬如法难，谚语常说好似多磨，磨就是折磨。那么学佛，尤其学净土啊，学净土还决定要往生清净阿弥陀佛，这个好事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好事，没有比这个更好了。你干这种好事，没人找麻烦吗？不可能的。世间做一点好事都有嫉妒障碍，这个大好事谁来找你麻烦呢？天魔外道啊，因为他们知道啊，他们想求求不到啊。今天看你走这条路啊，总得想办法把你拦住啊，把你破坏。这个事，这个理，我们不难体会。所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这个理是什么呢？就是嫉妒障碍。他自己不肯干，也不希望你们干啊，你们要假干无所谓，他在旁边笑话笑话。你要真干的话，他肯定来惹麻烦。摄入大火，这是最大的一个灾难啊！这个火不是普通的火，戒火啊！这个戒火是什么？在宇宙当中，这一个星系啊，焚毁掉了。大乘里面讲世界，世界有尘住坏空，在坏劫的幕后，为什么会变空了？啊，这整个世界、整个星系毁灭掉了。啊，那我们知道啊，太阳就是一个火球啊。科学家是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所有的恒星全是火球。那没有火的这个星球啊，多半是行星，绕着这个大恒星呢转的。啊，那么太阳有9个大行星，绕着太阳转，小行星不计其数啊！啊，太多太多了！啊，最小的行星，它的这个直径
只有几公里的，三四公里、五六公里的，真的像一个小岛一样。它在太空当中，它也是一颗星星。它也有自转，也有公转。可是到一个星系毁灭的时候，就见到大火。佛经上讲的劫火，经上说这个火烧多大的范围呢？火灾烧到初禅天，那换一句话说，六道全没有了，全毁掉了。水灾可以淹到二禅天，这叫大三灾啊。风灾可以吹坏三禅天，只有四禅没事，所以四禅叫佛天，佛报大啊。是为什么说的佛报大呢？这个三灾啊，它没有。要修多大的佛报，你才能生四禅天啊？修大佛报，还得要修禅定，心地真正清净平等啊。但是这个地方呢，给我们透了一个信息，这个我们要细心去体会。那我们想，四禅为什么不遭三灾？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福报？除了修福之外，心要能定得下来，不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不被外面境界所诱惑。原理就是这个。我们要是明白了，我们认真学这东西啊，那我们地球上这些灾难呢，肯定也能够回避，不是刻意的回避，它自然的没有了。你居住的这个地方四面有灾难，你这儿没有，我在澳洲听说有这么回事情，是个比丘尼的小道场，大概就一两个人住，在这个里面每天念佛拜佛。他住的这个人乡下，住在森林里面，遇到森林大火，森林里面所有的房子全烧掉了，就是他这一间没烧。奇怪，四面都是火，只有他没烧。媒体就访问他，他到图文巴来看我，跟我报告这种事情。看不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修行功夫，看不出来。为什么会有这奇迹？我们相信佛菩萨护法神表法你只要有一点点小功夫，你就能得到感应。这个感应最大的意义不是你，是让社会大众从这里感到启发，这个功德大。这个功德我们相信是佛菩萨、是护法神做的。那么同时也鼓励这两个出家的比丘尼要认真努力念佛修行。小的感应你得到了，将来还有大的，还有大灾大难，不用害怕。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大灾难来了
众生没有这个福报，阿弥陀佛就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了。众生还有福报，阿弥陀佛会把你留下来，让你在那里继续表法。那现在说法讲给人听，人家不相信啊，看到这个奇迹他就不能不感动了。那如果这个奇迹常常发现，到处有灾难，到处都发生这种事情，他们就会认真思考啊，应当要修善，要积德了。啊，世间荣华富贵，地位、权力、财富、威势，绝对不是你自己聪明智慧呀，你能够得到的，不是。怎么得到的？命里有的。你自己要多想想啊，比你聪明的人很多。比你有智慧的人很多。啊，比你有福报有权势的人也不少。啊，会用手段。他不输给你，为什么他什么都不到，得不到？没有这个命啊！所以，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饶人呐。”啊，这个话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了。如果说没有道理，怎么能普遍传？没有道理，别人就不说了。啊，几千年在社会上还流行，还有很多人 说这种事情，那么他不是没有道理，他道理太深了，太微妙了。不是我们凡夫能够体会得到的。那么他命从哪来的？为什么他命里的有我命就没有？这桩事情佛法讲得透彻了。人家过去生中有修啊，所谓种瓜得瓜了，种豆得豆，我没有种，我怎么会得到？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没有去耕耘，不可能有收获。这一定的道理，啊，那这些人间福报最大的是帝王，帝王不简单的，中国历代的帝王一般都能传十几代、二十几代，啊，传几百年，你知道？那个祖宗积多大的德，积多少世的德，啊，我们回头再看看这部经上所讲的阿弥陀佛发愿之后就积功累德修行啊，积了多久啊？五劫啊。
中国谚语里面所说一个帝王，至少啊是十代以上啊，十世啊，啊，积功累德十世啊，才有这么大的福报。但普通的，如果想过几百年，传宗二三十代，那个实施不够啊。啊，中国这个历代传承最多的是周朝啊，周朝传了三十多代啊。啊，陈汤传三十一代啊，好像周传三十六代。啊，八百多年了，他祖宗积多大德啊，我们相信没有积德二十世，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孔子的老岳父把女儿嫁给他，他是平民啊，而女儿非常优秀啊，为什么嫁给他？他看到孔家前面五代行善积德，他判断这个家里一定会出人才，把女儿嫁给他，生了孔子。中国古人呢，相信这些，懂得这个道理，啊，暴发户是不会长久的，能维持三代就不得了了。现在我们看到多少道暴发户，啊，第二代就没有了。有的在自己晚年就破产了，太多了啊，公司倒闭破产，就是一代都保不住。这是什么？得之不者，他是做了好事积了功德，但是太不厚啊，要厚德载物啊。啊，所以我们看到阿弥陀佛这在因地发藏比丘的时候啊，发四十大愿无界修行，这个得多，这在我们娑婆世界一个找不到啊。我们这个世界十世二十世的积福就很难了，不容易了。啊，发藏比丘积德行善无界，这是无大界，这个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是修来的。我们有没有份呢？有份。为什么？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一体，他修我们沾光了，一体啊。啊，但是我们要断恶修善，累功积德，跟他才相应。啊，他无界成就了，我们一念就相应，就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些地方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知道极乐世界对他不会怀疑，对自己念佛决定往生也不怀疑，你没有疑，
你没有后悔啊，当中的挫折这是必然的。啊，由现前也在现前这个时代，最近这三百年，啊，我们都受科学感染。科学感染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怀疑。啊，科学是应该用怀疑的。但是圣人圣学不能怀疑，佛学不能怀疑。为什么？它是清正的境界。啊，而这种清正是圆满的正德，不是局部的。孤身先贤诸佛菩萨讲得很好，你也能够正德，不是不能正德。那为什么呢？信德永恒不变，不生不灭，真的是万德万能啊！只是凡夫有障碍，把他障碍住了，他不能显现，你得不到他受用，迷了。其实我们现在明白了，也得受用。得的是负面的受用啊！中国古人讲八卦嘛，一阴一阳谓之道啊！啊，诸佛如来他这个路子是阳面，所以他得到正的受用。我们迷了之后走反面，走阴道，所以得的是负面作用。都没有离开道，一阴一阳我知道，阳是觉，阴是迷。啊，所以我们只要回头，佛法常讲啊，回头是岸了。啊，一回头就向着阳光了，不回头背着阳光，阳光在那一边。那回过头来，我们面向阳光，面向阳光就是一切在得其正了。背着阳光啊，一切皆得其邪，邪气，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今天求法，求佛法，求圣贤之法，求正法，啊，深入大火，这就遭受着磨难来折磨你。其实这些折磨也是消我们的业障。啊，我们背起信德，就是背起阳光，造多少罪业啊！这些障碍，这些灾难，不是替我们消业障的吗？啊！如果我们这个想法的时候，一切灾难业障，我们就甘心情愿的承受了，不怨天，不尤人，欢欢喜喜。啊，我们在受灾受难当中不忘念佛，啊，这个灾难很快就会消掉。啊，我们自己有意识要消灾免难。啊，那个佛号
持帮助我们太大了。用清净平等心念佛，念一声佛号消80亿劫生死重罪。虽是好事，不是坏事啊。佛在此地特别提醒我们，不应疑悔，不应该怀疑，不应该后悔，当如弥陀因地，像这个法藏比丘那么样的勇敢，纵使身之诸苦中，这是假设的，纵使都是假设，我们身体在哪里？在众苦当中，三途六道啊，这是众苦诸苦中啊。如是愿心永不退，我发愿向善，发愿行善，发愿学佛学菩萨，发愿要成佛成菩萨，这个心永远不退。无论怎样困苦灾难，不受他的影响。时时身心切愿的，这解释这两个字，什么叫身心，什么叫切愿。你真正能做到，这叫身心。真正不退转，这叫切愿。以下的经文何以故？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此地设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何以故就是为什么？这自尊自问之语啊，世尊啊！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解释。其下呢，则从正反两面来解释这个意思。身贤弃义，第一个从正面说，如菩萨往生品第42品我们念过，里面所说的彼等无量无数十方世界诸菩萨中，借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信受奉行，牺牲记录。彼等，是十方世界的诸佛刹土里面的无量无数的菩萨。彼等是那些人呢？包括等觉菩萨，一直到三途的众生，借求此微妙法门，众生这么苦，断烦恼，成佛道这么难。佛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人都来成就？这个念头，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啊。
我跟方老师学习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三四个月。老师给我讲佛经哲学，我才知道佛教不是迷信。佛教有很深的道理，有很深的学问。我跟方老师认识是在春天，我记得那一年是二三月的事情。我跟张家大师认识是七八月，秋天的时候。我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就动了这个念头。向大师请教，这头提出头一个问题。方老师告诉我佛经哲学，我知道佛经好。佛法的伟大，佛法里头有没有很简单、很容易，叫我们立刻就能契入境界的方法？我问这句话了。跟这意思一样啊。我提出这个问题，张家老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他开始。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开示啊，等他回答。等了多久呢？等了半个多钟天。我们就是两个眼睛看眼睛，一句话不说，半个多小时。说了一个字，有。他这一个有，我们的精神就提起来了。就特别注意了，他又不说话了。停了大概六七分钟，不算太长了，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我是在十几年之后，回想到当时这个场景，就很简单的嘛，他为什么不答复？他要那么长的时间。我于是就体会到了，我们年轻人呢，心浮气躁，问了这么个问题。他看着我，一定要把我浮躁的习气统统定下来，他才说话。为什么？以后我明白了，心浮气躁啊，所以左耳进右耳出去了，说了没用啊！就是没有真诚恭敬心呢，提出问题像儿戏一样啊！说了你没有印象。他这么一个动作的方法的时候，让我们就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一生请教多少高人，从来没有像张家大师这样的。说了个有，我们就心动了，动得很厉害，那他就不说了。
让你再沉淀下来，完全沉淀下来的时候才告诉你。啊，给我讲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我们习气很重啊，没有定功啊，听完之后好像是懂的，似懂非懂。马上我就又问第二个问题，从哪里下手？啊，好像这两句话我有点懂得了，我要从哪个地方下，怎么个做法？啊，他笑笑，告诉我，他说话很慢，动作很慢，不是。再头一次，第二个星期他又找我，以后就变成习惯了，每个星期都去看他。啊，他会用一两个小时，他要没有事情两个小时，如果事情有事情的话一个小时。啊，一定给我这个时间。第二个星期去的时候，他就叫我跟我讲三种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我们在恍然大悟，什么叫一言一着莫非前定？你前生有没有修布施？你前生修财布施，这生得财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么一回事情啊！这才晓得，哦，这叫做命运。命运不是神给的，命运不是上帝给的，也不是阎罗王给的，是你自己修的。那自己修自己享受啊，修善得福啊，修不善得灾祸啊，全是自作自受。那都是你自己安排的，不是别人安排的。啊，自己不知道，佛知道。啊，一个人一生，所有的际遇，都是过去生中造的这些业。那这些业可以改变。啊，不是不能改变。为什么？所有一切法都不是定法。啊，佛也无有定法可说。有定法就不奇迹了。因为我每个人念头啊，刹那刹那都在那边。非常不稳定啊。佛说法要奇迹也。要起你现前的起，不是过去，不是未来，现前啊，这才真正能得受用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啊，许许多多的概念都是他老人家给我奠定。啊，这个缘分非常难得了。啊，我们读经，一个星期读的，所有的问题都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他很细心的给我解答。啊，大师一生。言语简单扼要，一点都不繁琐，没有废话。真正的受用啊。啊，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菩萨们啊，借求此微妙法门，都是想到有没有最简单的啊，最容易的啊，最有效果的，我们要得到一生不就成就了吗？叫尊重听闻，信受奉行，悉心极乐。他遇到了没有？遇到了，就是遇到这部经，就是遇到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是大师没有教我念阿弥陀佛，没教我求净土，他教我念六字大明咒。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方法。啊，所以西藏呢，藏教呢，这个拜观音菩萨的非常兴盛。啊，六字大明咒，他教给我。叫我常常念，我向他老人家请教，这咒什么意思？啊，他讲给我听。啊，这个学咒啊，这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咒是讲求三密相应。啊，咒语。是语密，这个三密是身口意啊，口念咒啊，心要观想啊，手要结印啊，手是身密啊，啊，所以咒的意思不懂不行啊，啊，他给我解释。玛尼巴德梅吽，应该是这样念法的啊。吽是什么？身体身里面包括了身跟口，玛尼是莲花，我们佛经上有翻译翻摩尼，摩尼就是莲花啊。拜德麦是保持，哄是意啊，身口意，身跟口合在一起啊。哄玛尼拜德麦哄，那翻成中国意思，第一个是身莲花保持意啊，这是藏文的文法。藏文是从梵文变过来的，那我们讲外国文法，我们中国人一定是保持身与意像莲花一样，就这个意思。那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呢？啊，他把污泥代表染法，一切不清净的啊，六道啊，以后我们知道那个代表六道啊，啊，水莲花的时候金，它要通过水，花开在水上面啊，在水呢代表清净啊，清净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染污的。那么花开在上面，
染尽都不染。这个都注意是这个意思，常常保持身与意，像莲花一样，染尽都不染。这个意思太好了，啊，很多人一天到晚念的时候，你问的时候都不知道。啊，不知道得不得利益呢？不能说不得利益，很难。啊，为什么呢？他不晓得怎么修啊。如果真的用这一句咒语，把自己的杂念、妄想给他念掉，那就真有好处。啊，这就是今天连科学的都懂得，意念，意念要专注。啊，佛在经典上讲了一句话，这总纲领叫“至心一处啊，无事不办”。你把心放在一个地方，专注在一个地方，就得定，就开智慧。所以这一句咒语的时候不懂也没关系。啊，就是真的老实念，把心放在这上面，一点杂念都没有，跟念阿弥陀佛的效果是一样的。啊，我念这个咒得定了，开悟了，我又遇到净宗法门了，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行不行？行。三辈往生最后一段就是讲这些事，他不是修净宗，他是修学一般大乘。啊，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把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决定得生。往生净土真正的真因是心净则佛土净。啊，他能够用这方法修学的方法，把他的清净心念出来啊。啊，那我们了解这个咒语里头的意思，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观想啊，啊，念到这句话就会想到，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你会想到，观想非常重要。我们拜佛，拜哪一尊佛，你得想哪一尊。啊，如果我们回向给一个人，回向给鬼神，回向哪个你都想着呢，他才真正得到。你光是回向你不想他得不到。啊，观想是意念呢，意念太重要了。你心里有观想，没有形式他都得利益。我们在影城会议录里头看到谭旭法师啊，没有出家之前他们在一起学佛，他有个好朋友刘居士，以后也出家了啊。这个刘居士很难得，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专读了研经，念了八年，天天读，八载寒窗读楞严，啊，有一点功夫了。什么功夫？心地清净，杂念少了。他的冤亲债主就吃得超多。啊，那时候没出家，几个人开了个中药铺，中午没事情干的时候，没有客人啊，
在柜台上打瞌睡。那他就看见两个人进店里面来了，实际上他做梦。那两个人熟人来的时候心里很害怕，为什么？这两个人有财务纠纷，跟刘居士打官司，官司刘居士赢了，这两个人上吊死了。啊，他也很后悔，不应该为这一点事情呢，让人家送把命送掉了。啊，所以心里也很不安。现在看到这两个人来了，知道他死了，这不是人，是鬼呀、啊，是来找麻烦的了。但是看他的态度很温和，走到他面前就跪在他地下，他就问他。你们两个来干什么？有什么事情？他说求超度，心就定了。那不晓得不找麻烦，求超度。他说行，想用什么方法超度？只要你答应，就行了。说行，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踩着他的膝盖，踩着肩膀，升天去了。啊，接着呢又来了一个女的一个小孩，这一看的时候是他前面的太太，啊，带他的小孩儿子都死了的。哎呀，看到他们两个来的时候，啊，也问他你来做什么，求超度一样的方式，啊，只要你答应，好，答应你，跟前面的鬼一样，踩到的膝盖，踩到肩膀就升天了，就什么形式都没有啊！意念，什么意念？他读楞严经的功夫啊！你没有八载寒窗读楞严，你哪有这个能力超度啊？阿弥陀佛加持我们，凭什么？因地48愿无界修行的功夫啊，那有多大的力量啊！刘居士在8年的时间读了研究，哎，就有这个能力了。那您没有这个能力，拿什么去回向去超度别人啊？得有东西才行啊！啊，所以。超度这个事情做多了，如果自己没有德，没有行，不但超度不了，恐怕超度那些鬼魂多了找你麻烦，你给他们开玩笑，你把他找来了，超度不了。啊，得一点什么好处呢？大概失时的时候，请他吃顿饭。除此之外，他得不到好处啊！那不修行怎么行？不闻法怎么行？啊！所以此地你看，于此微妙法门，这个微妙法门就是无量寿经，就是讲的这部经，尊重听闻。啊，然后呢，信受奉行，听闻要尊重，没有尊重，你听不进去，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为什么呢？没有心。我们今天讲注意，啊，意就是意念呢。注什么？把意念注入进去，你才听懂了，你才听明白了。你的意念不在，常讲你心不在焉呢，你怎么会听到东西？啊，
这就是印祖所说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的得十分利益。你没有恭敬心，这尊敬啊，没有尊敬心啊，对这桩事情没看重啊，轻视他，藐视他，哎，来听听看看你们究竟搞些什么玩意儿。你来听来闻跟不听不闻没什么两样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佛教沉船最困难的，到哪里去找一个尊重佛法的人，尊重经典的人，尊重老师的人，都找不到。啊，没有这个条件，他就没有资格沉船。要来接受传法了，这是必须具有的条件，就很难了。啊，真正遇到啊，一定要好好的栽培啊，听闻之后要观察他，他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恭敬，真有沉浸心，他就有信受奉行啊。听的时候很恭敬的，毕恭毕敬的，后面他阳奉阴违，他完全没有做到，那是假的。啊，要细心观察是不是真心的，是不是真接受的，真心真接受，他就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做到了，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像以前这种迷惑颠倒的观念。啊，所以有这八个字，尊重听闻信受奉行，他就决定回到极乐世界，即牺牲极乐。啊，这个我们要学。第二，反面说，多有菩萨了，欲闻此经而不能得，缘分不够。啊，很多菩萨真的想得到这部经，得到这个方法，无缘。那缘实在就在眼前，方老师单独叫我，他会不会单独叫别人呢？肯定有啊，只要你有诚信。啊，中国古人所讲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就是尊师重道。你有真正尊师重道，他会特别教你。中国古人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人生在世，什么是大事啊？一代一代传下就是大事，传不下去就完了，就断绝了。啊，前一代传给我的，我都传给下一代啊，下一代再传下的，永远传下去啊。这是第一桩大事，没有比这个更大事情。那遇到传人，你不传，
这个罪过可不得了啊。啊，遇不到你船没用处啊，他不肯干呢。啊，所以遇到一定船。你要遇到人，你能不船吗？你能不爱护他吗？你能不帮助他吗？啊，所以方老师并不是重视我这个人呐、啊，我这人是个普通人呐、啊，跟一般人没有两样。只是尊师重道这个心不一样啊，信守奉行这个态度不一样啊。张家大师又何尝不如是呢？啊，对我们这个年轻人特别爱护啊。啊，一个星期没去了，他就让他的副官打电话找我。啊，是不是生病了？怎么没来？这样的关怀，你就不好意思不去。啊，为什么？老师常常念着你，你怎么能不去呢？啊，父母对待儿女，老师对待学生，都是希望他能够乘船道统啊，乘船家业，从前家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啊，不是儿女多，儿女多一个乘船都没有，那还是不孝，那还是无后为大。那个后不是儿女多，是儿女当中有人能够继承。啊，那么这继承道统，继承学术的，都要靠父母好好的去栽培，让这个小孩从小心里头就有个概念，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要有这个概念。啊，那么都有菩萨语文此经而不能的，没有缘分。啊，缘分还是自己。自己真肯学他就有缘。自己不肯学就没有缘。啊，好学得要精进，得要依教奉行啊，这才能产生效果。下一品中富云，下一品就是44品，由一意菩萨以不闻此经啊，而退转于无上菩提，是从反面而劝见性也。啊，到底下我们能看到啊，因为不闻此经啊，不闻此经说你不能在这一生正不退转。啊，换一句话说，不往生极乐世界，你就离不了六道轮回。不离六道轮回，一投胎一转世，前生都忘光了，马上就退转，大幅度的退转。啊，这是肯定的。
啊，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所以这是从反面劝大家坚定信愿。幕后总结全品，慈悲嘱咐啊，欲事故如等，应求此法。这最后一句啊，多么恳切！因为这些缘故，大家一定要求这个法门啊，认真的去学习，依教奉行啊，这就是求取的意思。我们看下面，受菩提记第44，念老注解提起背景，净莲寺长老慈州老法师无量寿经可办，慈老法师无量寿经可办，我第一次跟黄念老在北京见面，他就把这份课本送给我了。啊，是油印的本子。啊，我们也多方面呢去找，把夏莲老最初的汇集本找到了啊，现在我们印了1000册留着做纪念。这个本子呢，前面有慈州法师的刻板，这个本子是最早汇集的啊，用3年的时间，就是他第一次的稿，这个稿本是以魏默生的本子做基础，将魏默生这个本子做校订啊，做校订，补充一些东西进去啊，一共是37品啊，可能当时啊，老居士想到37道品啊，把全经范围分为37品，所以慈州老法师的叩判是37品的叩判啊。以后赶到的时候啊，这个校订呢还是不足啊，还是不满意，所以就干脆重新再做汇集，就是现在我们用的本子啊，将全经分为48品，阿弥陀佛48愿啊，用这个来分48品。那么这个经呢，我在早年把它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刻本啊，我们有刻绘流通啊，我这个刻本最主要的资料还是参考慈州法师的这37篇的刻本啊，我们这一次大经节的演绎讲完之后，我想讲第二遍啊，第二遍呢还是用黄念老的注解啊，用他全部的注解啊，但是
段落了，就不是他这个分法了。我们有很细很细的这个苦分出来，然后将这个注解注入经文的后面啊，做一个苦会啊，注解的苦会，我们读起来会更醒目，更容易懂啊，更清楚，总是一遍比一遍好啊。我们也用一年的时间来学习扩解啊，加一个扩判，就是扩判跟注解啊。为本品内容啊，为法师不退，得机为劝啊。这个意思是说，能言说本经者，信心不退啊，你真信，真正依照经典里面的理论方法修行，你就得弥陀受记啊。以这个来劝导讲经的法师以及听众，慈老这个说法说得好，切合经旨啊，对于本经的宗旨符合，不违背。那么在这一篇文初说明说法的理由，中段呢说明不闻呢退转，并劝呢要为他演说啊。后面末一段呢是受菩提记现在请看经文。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又比如来加微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狱。念老这一段我在科判里把它分成四段啊，所以分得很详细啊，每一段每一段很清楚啊，每一段都有个小标题叫课题啊。现在有些同学呢在帮助我做这个本子啊，做课注。我们看念老注解，正法灭世，一代佛化，释迦牟尼佛49年
讲经教学，啊，教化众生。啊，他的发愿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经历这三个时期。啊，下面引用嘉祥赋诗《法华经》一书，这《法华经》注解里面呢说这些事情。佛虽去世，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啊，佛的法运从释迦牟尼佛灭度说起，一代佛化了，立正法、相法，啊，这个三世，佛虽去世，法已未改，这叫正法。啊，佛去世的时间还不远，那些教学的一些规矩都在，都没有改动。啊，跟佛在世的时候差不多，所以那些佛弟子都能够保持，都能够遵守依教奉行，这叫正法时期。那佛去世久，时间越来越久，道化我替，讲的这些道，教化众生的一些方法有了改变啊，跟正法时候啊不像了，那么这就叫相法。虽有改变，还可以，还有一点像啊，这叫相法。转伏为末，为末法师相法之后，跟佛的教法了，实在讲，越去越远，完全不像了。这就叫末法。所云正者，正也。这就很具体跟我们说出来。像者，似也；末者，微也。下面人王经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比前面讲得清楚了。有教有行，有德果证，这正法。啊，依照佛法修行，虽然佛不在世，真正持戒修定，啊，确确实实能证阿罗汉果啊。证阿罗汉的不多，但是证初果、二果多啊！啊，三果也不少啊！这正法有修有证，那么相法呢？有教有行，而无果证，这相法。还相似啊，有讲经，有学教的，有真正依教奉行的，但是没有正果。啊，这叫相似，相似就不是纯真了。啊，再往后去呢，唯有其教，无行无证，这叫末法。那么现在是什么呢？末法是还有教啊，讲经教学有啊，但是没有行，没有证了、
那如果讲经教学都没有了，那这个末法后头就会灭法，法就灭了，就没有了，这个很恐怖啊。我们读这段文，我们自己自动发心要做佛的弟子，做佛的弟子把佛的法灭掉，佛希不希望有这样的弟子？真有很多，这是怎么回事情呢？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就告诉释迦牟尼佛，他发了个心要把佛法灭掉。佛告诉他，佛的法是正法，没有人能够把正灭掉的，只听说邪不生正，没有听说邪能把正灭掉。波旬就说了，等到你末法的时候，我让我的母子母孙通通出家来灭你的法。佛听了一句话不说，流眼泪。啊，现在我们遭遇的就是在这个临界点，我们亲眼看到了，不但佛法要灭，罗马教廷陶然主教告诉我，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他说，如果像这样下去，二三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没有再信仰宗教的人。啊，其他宗教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啊，我当时提出来的，宗教要回归到教育，唯其有教，无形无证，我们要把它从灭法回到末法，再从末法回归到相法，从相法再回归到正法。啊，是这么一种摔下来的，我们还想办法把它提上去。啊，想在这个时候做到相法正法是做不到的。你只能提升一段，你不能再不能向上提升。再向上点是底下一代人他们的事情。啊，佛法真正要能恢复到相法，啊，恢复到正法，真有人真正努力要期待呀。我们想到至少要五代以上。这话根据什么说的呢？根据禅宗大魔祖师到中国来，把禅宗传到中国，传几个人？传一个。大魔传一个会苦，
慧可也是传一个，传到第六代，啊，五祖传给六祖，六祖才把它发扬光大，传了43个人。这43个人在广泛的传的时候，传遍全中国。禅宗在中国开花结果了。啊，所以今天最重要的灯火相传呢，不能让它灭掉啊！一个两个就很可贵呀。它不至于断掉啊！啊，这一个两个，不但要讲，还要写。啊，净宗的正果就是往生，容易呀，不难呐。禅大彻大悟可不是容易事情。啊，黄念老告诉我，而今而后啊，禅跟密都没有证得的人了。啊，众生根性不行了，学禅不能得定，不要说开悟了，得定都得不到。学密的人不能得相应，啊，三密相应他走不走？啊，学教的人没有了，不学了。啊，纵然学了一年讲几天，做做样子，不能坚持。啊，一定要坚持不改变呢、啊。释迦牟尼佛教了49年，没有听说哪一天放假。啊，天天干呢、啊，没有一天休息，乐此不疲呀。啊，天天讲，学生当中真的。依教奉行，证虚脱环的太多太多。啊，初果、二果、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啊，这些小乘果位的人非常可观。啊，大乘菩萨果位的人不发其人呐、啊。啊，这是真法。啊，正法久住是我们的向往，念念不忘啊，有念必成。啊，但是决定不是在我们这个年代，也不是在下一代。啊，至少的5代以后，我们要努力把根扎好。啊，这真正遇到有缘人，有缘人经上讲得好，他是再来人。你看，当有众生
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这再来人啊，不是再来人做不到啊。那么至于正法、相法、末法所经历之年数，诸经之说不一啊，古德多才，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之数。啊，但是也有一个说法，佛的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佛的法运12000年的。啊，那正法500年，怎么1000年变成500年呢？是大爱道出家，佛的姨母啊，僧团里面有女众的，啊，正法就减少了500年，由此一说。啊，但是另有一说，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1000年，佛法传到中国啊，那1000年是正法，佛法传到中国了，正好是相法，相是禅成就，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是相法刚刚开始，那就正法刚刚结束啊，这个对于佛法传到中国来说法很适合啊。那么佛法传到中国现在将近2000年了啊，公元67年，中国的帝王啊，汉明帝派特使啊，迎秦到中国来的啊，当时印度的两位法师摩腾卓法兰，他们在现在的西域、新疆这一带啊，已经到这边，在这一带弘扬佛法。汉朝的使节就在这个地方遇到了啊，遇到就把他们请到中国来，这佛法正式传入中国，带着经书，带着佛像啊，两个出家人，这三宝正式到中国到2067年，整整2000年啊，接近2000年了。相法1000年过去了，末法10000年，第一个1000年也过去了啊，今年是第三个1000年，第38年啊。所以我们说整数嘛，
末法还有九千年。啊，这九千年当中，佛法会不会灭掉呢？我们对这个都很关心。啊，我向张家大师请教，那佛法会不会灭掉？他告诉我，佛说的不会错，佛没有妄语，佛说末法还有九千年，啊，肯定佛法不会灭掉，但是佛法有兴有衰，这个是不能避免的。九千年当中有兴有衰，啊，现在佛法是衰到低谷了。似乎是灭法了，还会起来。那什么人能带起来呢？那就是这经上讲的，当由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列故，他们会尘缘再来，把佛法再兴起来。啊，再兴起来绝对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快。啊，因为这个社会元气大伤，造的这个乱世。啊，地球的这些灾变，元气大衰，这样慢慢恢复。好像人生病，生一场大病，不会一下突然好。要相当时间去调养，慢慢恢复健康。啊，这个道理我们能懂。啊，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认真修学，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啊。啊，那么经上所说的这一些续佛慧命的这些人啊，都是善根非常深厚，过去供养无数诸佛如来得弥陀加持，得诸佛加持，又到人间来了。那些人下莲居是不是他来干什么的？他来为我们整理经典的。啊，来会给我们汇集一个好的本子。让末法九千年呢，依这个本子就能得度。啊，黄念老是不是也是的？他来干什么的？他来给我们汇集注解，那注解不是黄念老的，注解里头有佛经，83部，有祖师的论著，101部，还有日本、韩国的净宗大德有9部，所以这个注子是集注，集注经祖师大德对于《无量寿经》的解释。啊，总共193种，集注啊，
啊，现在这两个人走了，这桩事情落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承受了多大压力？啊，都辛苦。啊，我们也要做个下一代的人看，怎样才能够得佛法真实利益？必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道理我们懂得，啊，可是我们都做出来给人看，啊，我们懂得自己没有做，会引起别人怀疑，啊，所以不能不认真去做。啊，怎么做法呢？这你说得很清楚啊，唯有其教啊，那教没有了就变成灭法了。我们做了53年，53年有教，也有行，没有真啊。行不够，不足，我们要把行补起来。怎么补法？戒没有了，规矩没有了啊！所以今天在家，十善业道做不到，出家呢，沙弥律仪做不到，这就是无形啊。唯有其教啊，无形无证啊，这叫末法了。末法下面就灭法了。啊，为什么做不到？不能怪现在人。与环境有关系，与历史有关系。中国人把古圣先贤的教诲疏忽了至少200年了，啊，满清慈禧太后执政对于传统，对于佛教就疏忽了，啊，可以说这个起因从他开始，啊，他不尊重传统，不尊重佛教。你看清朝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哪个帝王对佛教不尊重？啊，只有他。他自称老佛爷，把别的佛菩萨都放在他下面，他是老佛爷，你说有什么法子的？啊，上行下效啊，所以大家都对佛教慢慢就看清了。啊，满清亡国到今年100年，前100年疏忽了，这100年的时候排斥了，不想要了，啊，中国传统东西也不想要，认为那是封建，啊，那是从前古代帝王骗人的，认为佛教是迷信，讲经说法人少了，太少太少了，啊，所以教没有了。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如果说是连教都没有了，
啊，就是经讲经的没有了，就不叫末法了，叫灭法，法就灭了。还有讲经的，啊，没有修行的，没有正果的，这叫末法。啊，讲经的都没有了，佛法就灭了。所以，至于正法、相法、末法所讲的年数，诸经之说不一啊。古大德作才正法五百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这我刚才说过了。啊，这些事情早年我都向张家大师请教过。啊，他老人家教我一定要相信佛所说的。啊，那么佛所讲的他老人家的法运一万年。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记载，今年是佛灭度之后3038年，不是2500多，那是外国人讲的啊，3038年。老一辈的像虚云老和尚啊，谭虚法师、地仙法师都用这个年代。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下面还有9000年呢，佛法会不会灭啊？张家大师告诉我，信佛，佛法不会灭。9000年当中啊，佛法有兴有衰，这肯定有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是遇到衰，衰到底谷了，会有人把它带起来。啊。哪些人呢？是再来人呢、啊、不是普通人呢、啊。啊，这些有大善根的人，过去曾经供养诸佛如来，现在得阿弥陀佛，得诸佛菩萨的加持，他到世间来投胎，慢慢会把佛教兴旺起来。啊，但是这个兴旺不是我们这一代。啊，至少5代之后，啊，好像个人生病啊，得了一场大病，要恢复健康得慢慢来，总要有一段时间去休养，啊，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把根照顾好，根不能断，灯火相传呐、啊，啊，传一个都行，啊。就像大摩祖师在中国，你看单传一代就传一个人，传到六祖才真正发扬光大光大啊！六祖传了43个人，这43个人传遍全中国啊！所以佛教再兴，至少要5代啊，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就可以复兴，不可能，受的伤太重了，没那么快恢复啊，灯火相传要留意，要遇到这些再来人，真心真能放下，真能吃苦，真能持戒，真干，这个这样的人，我们的全心全力照顾他，啊，来培养他，啊，一代有一个就行了，就不错了，有2-3个那就很难得了，啊，总得3-4代之后，才能看出佛心的气象。我们看下面文，正法灭时，广指相法与末法。那么当前
正是末法之时，此时之众生善根逊前，善根不如前一代啊，但其中必定仍有过去生中广修功德，当前供佛念佛之人。我们常常听说有这种人啊，我们要给他做好样子，要带头做出样子给他看啊，要有信心，要有愿心啊，一心一意学习圣贤传统教育，学习大乘佛法啊，怎么个学习呢？无论是法佛法，道理是一个，三字经上所说的教之道归一专呢、啊、佛法常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印光大师所说的诚敬、真诚恭敬的，一份诚敬的一份利益，十分诚敬的十分利益。诚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尊师重道啊，这个人不孝父母，不重视圣贤的教诲，不重视佛法的经典，他什么都学不到啊。如果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人就有能力做到，就有能力啊成传啊，我们对这样人就特别照顾啊，要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啊。他是传统文化的传人，是大乘佛法的传人啊，我们要认识啊，啊，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啊，学要转，不能杂，不要多啊。佛法求学的目标是什么？是开智慧、开悟，不是说你读多少经，那个没关系。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决定要遵守三无漏学这个次第。啊，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这种方法儒采用了，儒家也用戒定慧，道也采用了。啊，随着两千年来的时候，儒释道里出多少高人，啊，都用这个方法了，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不是假的。啊，这一天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认真去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